嚴峻的疫情呢，那我們要在這個地下去水位那裡呢都要倒些水下去，等它的 U 型聚水器有水，這樣其他單位沖廁所那些水那些糞便的氣味呢才絕對不會有機會在其他去水位的洞那裡上回來。但是 U 型去水位呢又很難倒些水下去的，所以呢我就參考了我爸呢就發明了一個這樣的裝置，就方便一倒些水下去了。我支飲筒剪短少少，攞支好尖嘅圓筆，攞個紙杯，篤個窿，跟住插支飲筒落去，咁佢就好似一個會有條鋸嘅兜咁樣啦。跟住咧，呢一個兜咧就可以插入去嗰個 U 型聚水位嗰度。咁你就可以好輕鬆喺外面倒啲水入去，跟住啲水就會落咗去 U 型聚水位嗰個去水位嗰度啦。